们现在在参观整个马赛。坐船的话必须要打电话。他的号码几乎都两个两个，所以十个。你像正前方这边，现在有人要坐船了，在查票，然后排队。0049133679，十个数字的部分。马赛鱼汤也是很有名哦。这间餐厅也非常有名。还有这一些，转角的马赛鱼汤，汤面包。现在是马赛的市区的街道的部分。后面一台 taxi 是 Toyota 的，真是很厉害，整个马赛。热闹的地方还是集中在整个港口区的部分啊，其他的可能相对还是没有那么。这边还有可以看到，马赛底下还有一个电车轻轨的部分。这房子对相对还是还非常传统跟复古的部分啊，也是整个南法比较有特色的风味。31号公车，没错，89号。这里可以看到一个旧城墙的一个古迹，马赛的旧城墙，所以它有2500年的历史哦，土库伦。导游，你好像做法行那些收工。这个是一个马赛很有名的古城墙的一个时机，在这边。